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伊万。其实要说各大位置的英雄谁最弱，只有对抗路最容易区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射手有的虽然看着弱，但是他分段位，而法师同样也是。某些看着不强的法师，他的强度可能体现在团队上，而战士就能很直观的看出来。下面伊万就来跟大家聊聊本赛季最弱的三个战士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，大家理性评价。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达摩，达摩在经历版本的沉浮后，真正成了版本抛弃的英雄。一技能的位移，大招的控制，看似很合理的技能组，但却存在很大隐患。一旦大招打空后被进化解掉，那基本就是有去无回。但打团一闪的威慑力依然在，不过相较于其他英雄，达摩真的有点弱。第二个，宫本。当前版本的宫本容错率非常低，和达摩很像。现在一些脆皮遇到宫本，或多或少都会出一些防具，而宫本落地后无法秒 C， 自己可能也会被留下。而且宫本自身的尴尬也有，出半肉输出不够，纯输出落地成盒，想 C 还 C 不起来，想换技能机制还不允许，是个非常尴尬的英雄。第三个，典韦。一直以来典韦最大的问题就是手短，虽然山势调整加长了大招落点，但依然无法改变他技能机制不足的问题。典韦永远只能存在低分段，除非把二技能刚刚吸血的那个版本改回来，但闪现走边路，不然他真的翻不了身。